在新西兰呢，有不少人啊都喜欢打高尔夫球。那么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呢，我们都渴望能够一杆进洞，这也是不少高尔夫球员的梦想。近日的美国一名男子就在打高尔夫球时成功上演了一杆进洞，不过进洞的并不是高尔夫球，而是这名男性自己，他掉进了球场地面上出现的一个天坑里。尽管这起事件令人感到不安，但地质学家称这种天坑啊，在美国的伊利诺伊州西南部很常见，因为当地过去的地下矿井会引发地陷。不过呢，地质专家称，这名男子所掉进的天坑是由地下石灰石遭到酸性雨水、雪水和二氧化碳腐蚀所形成的。那么我们。